嗨，各位安安好，我叫梅三。接下来你们又再度收看我们的《Dusk 黄昏战士》大 ，Let's game begin。不意外的话，应该在这集的话，应该会拖到三场吧。
操！我你不是你明明可以站啊！哦，天气啊！我这里啦，看，我都已经忘记了钥匙长什么样。但至少我的战斗技巧没有忘记了。
血就投死，这也长得太悍了。玩自己的自己的游戏，妈！变成完全的那个什么麦可贝动作特效，以及爆破。
그만해 개새끼야 接下来在过这场 BOSS 战之前，不要怀疑刚刚那一段就是 BOSS 战，只是刚刚那是陷阱。先带给大家看最后两个 BOSS 那个 secret 在哪里。
What have you done? Oh!
车门总算退过去了。哦，才骑到一半而已。我算是有接近城堡。欢迎也太热烈了吧！行，下一位你。Come on! 笑啊 ！Go home, you chopper. Put that chopper down now.
也许我男人失血哦，这边肯定会有 secret 啦。哦，你阿他妈恐怖！来，好吧，也许应该就是我这。
又有丑的。
你们还记得这东西吗？现在都五十几分了、哦、就先在这边打住吧、哦、然后再辛苦各位今天的收看，拜拜各位，下期再续。